菜头粿，两个菜头粿。菜头粿叫萝卜糕。萝卜糕哦，菜头粿啦吼。是啊。啊，不是叫菜头粿哦。是啊。他叫李四，他叫李四哥。对啊。来，姐，先来。好，来大姐，1000块。好，我不跟你多说了。这呢，汤的钱的肉，店的菜，在你啦。看到无？安尼啦吼，要食牛排，我你讲来，一斤市值400块，这地开着500-400，两地卖你1000块。我跟你讲，这箱也无啊，来，三地1000，好，不啰嗦，四地1000，五地1000，你无跟你讲，无地卖才上的来，三地1000来，七地1000来，八地都也叫你1000来，来1000来。来，好，什么钱？一地1000，两地，三地，四地，五地，六地，来七地。来，八地1000块，来，来，四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八个就得1000块，下面加1000块，还有吗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哈，1000块下面几啊？八。哎，姐，我把眼盖水过哈，他像公爹，你妈哈，人你呀、啊，不是你妈啦哈。好像我跟你讲，解水贵，伊较细地所在伊切较高，啊较大地所在伊切较薄，其实重量都是一样。哦，所以讲无啥物好计较的，来，我来，好，一地500，两地500，三地500，来，来四地500，好，来500块。来，各位食迄比脸大个无？咱讲真个来，好来，来一，来两，啊三，来四，各就一个500块，谁吃的500块？还有小家庭的吗？还有小家庭的吗？还有小家庭的吗？还有家庭的吗？阿伯，你当时有多少人无啦？有啊，我有。来，来嘞，迄落，鸡腿搁剩几包？都五包啊。都五包哟，还是几包来，也较紧啊。祥伦早，卡门哥早安。来喽，姐啊，我跟你说，不勉强，我想就是一大包，看人要来无。比如讲真诶啦吼，迄是恁小家庭较未食啊，你敢知？你若存伫阮家有无？这一包有无？炒两顿就了啊，一包炒两顿啦。咱讲真，阮家大家太好推咧，咱讲真诶啦。鸡腿棒棒落，一包几五支？我咧讲，我甲你讲，我存五包尔，我卖讲讲收久来。一包互你开1500免，几五支我先讲者。微波炉、气炸锅、烤箱用好烧好食来，安尼好无？我咧讲来啦吼，一包开1000，啊开800，开700，开600。不啰嗦来，500块，谁吃这个的？线上不能加，不好意思。赶紧，你老小家庭等我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小家庭等我一下哈，我来要吃几包，好不好？500块。500，包啊 ，OK， 来了解。这个鸡腿很好吃，很像麦当劳的劲辣鸡翅那种口味。用气蛋烤箱，它就外酥内嫩，而且肉汁很多。来，大姐，500收济买200，好，你只要要吃一遍就好，来2只200，4只200。六、八、十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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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、对啊，人潮都没有散去，还是那么多哎，再给你们看一下。还有 ，Hello， 有吃辣的这个鸡腿一定要买，真的好吃。阿姨，前天才又吃第二次而已。八、十，够少钱能八十？这个快进来，好啦。这里也有个漂亮的美女。来，二四，绑包八。十个就一人八箱的来，来坐起来。可爱型。来，哦，二四，来，八，十个就一人八，谁要吃的200块？还有吗？200块还有吗？来。太平，我们现在就是在太平哦，爷妈，我们在太平路上的市场。来。二四。下个月会移到那个中山。十个就一人八，够够五宝。来，给你啊，大姐来。来，二四。六八十个九姐能办够够不？你自己来呀！来，大姐来，多来。人家有饭，你给他背打，素的打。来，我讲哦，这样子包不完啦。
公园没有哎、欸，但是我们大甲有。六八来十。二四八十，来，还赵姐没有啦？那是倒，赵姐嘞，给还赵姐来，来，嘿，拍摄哈，我今麦有挂手刀，我再想怎处理一下，好不好？看你有样子无？这叫啥？狮子头叫狮子头，哈，狮子头。等伊卤好食，安尼好无？来，好，几下来都好来，卖我一斤卖偌济，五百、四百，我伊讲加斤偌重，我就是200块就好了，200我啥物食？200块，200，哦，狮子头啊，谁是这个的？200块，无，来，我伊讲哦，今天有啥物食？我伊讲200我就来200块，来，进来。一般就是他自己会转一边，那我们就知道他不要。进来，好了，小姐。小胖子，好，不要狮子头，就这两百，都来。我未必会用，他喜欢。营业时间，我们每个礼拜三四五六日都有。这边谁？然后时间大概都是8点到11点。来。对，礼拜三在花坛。来个向雷，狮子头啊，大姐知道了哈。小杰红烧狮子头，来。来。来200块，来200块，来红烧狮子头，来进来。好像没有了。好像哦。好棒哦。哦，你有来啦。超多人的，左右两边都围到第三层。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更多人。喝个下面起来，我就捡200块来，都200。谁吃这个的？200块，还有吗？狮子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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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狮子，哇哦！玩不上我。他是在搞笑。来，香鱼。哎，你头发光啥没记起来？今天没有看到香鱼吗？应该刚才说什么？啊，刚才一个说什么的？修了一个中原普渡的架锅，年货的量比较没那么足。可能下礼拜过后很多鱼，今天也没有多鱼啊。那鲨鱼卖够好不好？我存两袋吧，两袋倒啦吼。大你看你一把只倒，啊只倒啦，哦只倒啦，哦只把啦，哦只把啦，300、200、百、百五、百来、700来都来。那边倒来，倒来一把。好来，还多来。来，现在现在，来一百块下不起来来。好，100块谁吃的？一百。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，啊，加来回来，来，蚵仔，下只蚵仔，一包两包，100块一包蚵仔来，大粒的布袋蚵一包。要吃蚵仔无？一包一包，大粒的，2包100块来，下面吃这蚵仔，2包100块，来，3包两包就是爱都200块。蚵仔200块，下面吃200块就好了，3包。下只蚵仔，蚵仔买只袂放啦，见到啦吼，200蚵仔下面吃，蚵仔，包了，来交费。来嘞，不好意思哦，来。迄个算你是偌济啊？可以准一收的话。准一收了，来出一条。你下到拭目以待嘛吼，是讲拭目以待的，我你讲来回来。来，我你讲一下吼，鲨鱼啦，菜真好食来，最后一手无啊，这地偌地，100、200来，2地要去买500，谁吃鳕鱼的？3地500块一个来，4地500一个来，4地500块鳕鱼，啥物吃来？4地500，无，4地500无吼，来我你讲来吼，5地500我招一个，我最后一手无啊，先讲一个吼，500块鳕鱼。今天人家拢是买红包卡来刮的，我无在乎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好啦，我去来。那大家看一下，好啊。刚刚贵了大哦。你啊，刚刚贵变好多啊。哎呀，来先吃500咩无啦？鳕鱼500块，下面吃来。来大哥来，来大哥6个500块来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那个就是500来。有可能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五，咱搁招一五百来。一，两礼拜尔，两三四五，咱搁招一五百块，再招五百块，还有吗？雪姨，超美那个都是重量的，五百。有时候水比较多，有时候水比较少，可是他们都是称那个那个牡蛎的重量的，三包都固定12两。干一个，够加伊哦。那干一个，这一首规定固定啊，叫够加伊款。啊？你叫够加伊啊？你要干一个啊，姐啊，你来哦，四百来就好来。我这个足贵的，咱讲真嘞，有够贵的啦，来。哎，放酒店吗？我们是在台中太平市场。这么一度200块来，这样还省点好不好？我先来刷这物件咧，好了。好，对啊，灯光包围啦，好来啦。当然你缺点点。好，这百了800来。全年看不到，全年看不到我们的车尾灯。两台200块来，三台200来，下面加这三个200块。开始。还没有按到的朋友，帮我按单一下。好，三百两到啊，好来，大姐来。帮我把直播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海鲜大叔的叫卖。来，高铁200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来四台200，来，来高铁我招一个200箱的来，大姐来，来姐，小花小花，来高铁我招一个200，谁知道？来姐，二、三、四。走，两百来。